而且又见到了好几位见到的大哥啊，还有漂亮的冰冰啊，还有两位香港的这个乐团的非常棒的歌手，所以开心。愿意把下一部的电影或电视剧的主景点选在这里吗？这要问导演。这要问导演，导演要问一下徐主席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一位。